国立带你去旅行第三站新加坡，五大必做的事。到新加坡一定要吃辣椒螃蟹，到滨海湾花园欣赏金沙酒店，逛小印度区，还有逛新加坡屈臣氏累积点数。英语我要雷点怎么说呢？ I would like to earn points. I would like to earn points. 是不是很简单？下一趟带你到澳门，不要错过哦。